老早了就听说咱这里有一个杨丽高手，这回终于见了。哎呦，大爷，你这梨树养这么多啊？那我园太多了，这是这我这个整个平房都是。全是梨树啊？哎，园里还有一冷木吧？还有冷木梨树啊？全部都是盆景。都是这种矮桩梨树啊？都是矮桩。哎呀。都在盆的。全在盆的。哎。这里面有几个品种啊？一亩翠香梨，它长大还苦干子。咱就是奔着这个一亩翠香梨来的。这个梨吧，在咱城里还得大号，全国出名了哈。全国出名了，还是一般来说我没听说有长四斤多的。咱电视台上来采访就这一棵，就是四斤的了。就这一棵结了四斤了俩。对。哎呦。一棵四斤的。这一棵结了四斤了俩，就这一棵。拿那个车那个金碧脸的。啊，就这棵放假的。哎呦，咱看这个树。哎呦，这可真老气哈，这根板真漂亮。这个梨是嫁接的，是那个原生的啊？嫁接。用什么那个根嫁接的？这边下边的板就是那个糖梨。糖梨嫁接的。哎。哎呦。全部是梨。结了真多啊！嗯。密密麻麻的。都得这个树果的太厚了。哦，还得树果。你看这个树还能树完果能结多少个？那最少能把那20个。20个？哎呦，这一棵树能结七八十斤啊！那是啊。哎呀，可了不得了。真头一次见，那个不像梨，最少是2斤哈。你要数数果树的，少的结的还大。那是。这个也是梨树吗？这哎呦，这还够老的哈。哎，这样的吧，就是这个复西锦。哦，复西锦。哎，它更多，你看，全部是梨。这个结果梨，结更多哈。这树果你看。哎，这一个是2种品种，那个就是自己的。哦，这个一个树还2个品种。哎，现在不是很好看，这果子这个梨结大了哈，可来漂亮了。哎呀，再看这边啊，都得追着哈，大梨嘛。这种也好，装的是老，很老气。哎呦，你看真漂亮。哎，这一棵是坨坨庄，大坨坨庄哈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梨结的密密麻麻的，全部是梨。要是数完果，这个一个梨哈，都得结20-30个。哎呀，太大了梨。你怎么想到种梨的，大爷？羊肉的，买卖了自己这个修身养性，买卖自己歪起来的这些梨树啊。这个嘛，就是特别是咱这里，你看这个嘛更好，心情好啊。对对对，这个翠香梨这个水分大是吧？水分大，甜香。哎，老少皆宜哈。那是。咱看看，哎呀，上面满满的一盆啊，咱这盆上有多棵？这个也是哈。哎呦，真漂亮。你看这个树龄多少年了？都得二三十年了。我弄就20年了。哦，光嫁接就20来年了。哎，上面都是梨哈，你看，哎，结真厚。今年是个丰收年，你看这个双干的啊，也非常漂亮哈，果都非常自然，你看，哎呦，满树的剥皮，真好真好。哎呀，哎呀，太漂亮了，好吃，好吃哈。这个梨啊，每一颗啊，上面全部挂了果。口感非常好，老少皆宜哈。有喜欢这个盆栽里的朋友们啊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啊，或者私信大鹏都可以。